我有做了一个蓝色的。哦，是鸭子下厨。是我。我说声音很靠近，压力太大，压力好大。底下有看到一个，那就真的在最下面了。木木要跑圈哦，我们跑到山上了，你们如果在下面可能就绕一下。你们在哪边的山上？就最上面那个，不要上来了，时间不够。就是你看那个圈有粒子效果，或者是坐标也可以看。坐标也可以看。那有人要来扁我的。啊，有人要扁你，你可以跑吗？我在跑了。鸭要不要上来？我们要下去了。要来了，我没办法，这个距离不知道在哪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哪。没有，就一样啊，没不管跑圈，你在哪里？哇！你被谁打到？他在哪里？他在我们刚刚，我刚刚就在。现在他在哪里？他在上面吗？还是怎样？他在下面啊。下面吗？还是什么啊？他就是在我们刚刚要上去那个地方啊，我刚刚没上去啊。他应该是在我们刚刚水游上来之前，就是刚刚那个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他在往，我们这有一个，有这个，直接打，孟娜，他在你上面，他们在你上，那个哈基在你们上面，好，他下去了，他飞下来了，不管，他在你们头上哦，他在你们头上，鸭子后面屁股后面，他会翅膀，他会飞啊，对啊，他会飞 啊，对啊，那那个拉打，他飞。对，他召唤。这里有很多野生的西瓜，超多。野生的西瓜。对。他们是四人组啦，所以比较麻烦一点。来这边飞来飞去。我刚刚一直找不到你们在哪里。打拽。对，没有，我们说有去绕，但重点是跑圈啦，要先跑圈。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往哪里跑。就这种时候就是先进圈再说。哦。对啊，就一样。可是他的进圈很不明显那个已经是提示了，我们以前是没有提示，我就说看坐标，我们那个等级上方有那个坐标，要看坐标。哦、对。好。我教过你看坐标。他在你们头上哦。因为我们现在有发光。哦。我们先等你复活好了，但你复活你会空的啊。他没有想要进来打哎、欸。绕着打。无手者的声音在那里。哎呦，木木复活了。木，这个先给你。哇，所以备用装备也很重要、欸。拿你就是你，只有你。嗯，这边里面有很多铁跟水，河豚桶你也可以拿，可以去烧他们。你先做盾牌，我这里有那个，先挖木。没有，我这里直接。有了，给你，你没有东西。啊 ，shift。他在上面炸，没关系。一样，对，附近绕一下很多西瓜，你去找西瓜。我去找。木木的啊，弓没了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弓没了。等一下那个好近哦，那个声音好近哦，先跑远。鸭在哪里？我这边也可以放西瓜给你。哎，后面哈基。去帮救阿强。我需要水，我没有水，有没有水？水。有。不用。那个来，我这边有水桶吗？有水桶，我没有带。你 Q 出来， Q 到丢外面，丢外面。然后去补血。我们后面那边有另外一组。好，一样，你装备先做。他们在下面呢，又是红队。哦，有空投。对哦，阿强，你可以升级你的装备。你在上面扁人，对你一样盾牌补血，盾牌。不是啊，我刚刚那个木，我要挖木。阿强，我们给你。等，直接给你，队友会给。你没东西，你要靠的是队友。
感谢感谢，有有升级升级，升快西瓜西瓜，那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，你盾牌好了吗？还没啊，我要做它。你下来，西瓜给你看我看我看我位置，给你盾牌了，站着好，举盾。盾丢给你了，旁边看一下，我有丢给你，就有跟你讲，就看看看，你举。Oh no！ 哇！有给你东西，你要多多看几下，我东西要听，我们都是在说。找他找这个盾在哪？阿翔，我就丢在你旁边，就在西瓜的旁边而已，而且他还有亮的。啊，那个就捡到了，就拿着了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直接去找另外一队，红队在右边。没关系，就一样在等木木复活，多给木木机会。哎、圈圈圈圈说圈说，要讲了，这要讲这要讲，你天眼兵要看。哎。暗暗的，暗暗的，我跑圈喽。那个鸭子可以看着我的光。这边有一个扶手者，那主要是在更远方的树上还有一个哈基。嗯，但就是先看可不可以跑个圈。圈不晓得三十还没到这。推到你头上喽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就到他、啊、主要是没弓啦，因为我们最后一把弓，但好像被捡走。你头上阿巧，对，没事没事，我知道。我不用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这里是圈内。嗯，还没还没。快了快了，到了。往那个湖那边走就是圈内，是吧？应该是。哦，他们有一个红队在红队那里，西瓜封锁。哎、欸，他们去黄队去打红队，感觉我们可以晚一点。我开西瓜封锁是为了阻止他们再回血。好好好，我们可以旁观一下，旁观一下。关木木回头，木木回头。看关我哥哥。拿，有盾牌，有盾牌。哥有人被卡住了，他捡到蟑螂了，粘书板。我绕哈基，我去绕哈基。哈基很残，哈基很残，哈基一滴。我吃附魔金苹果。哎、欸，这边粘到两只，粘到两只。烧烧一个，烧一个，你小心。粘到了，粘到了。剁掉，剁掉。哈基是不是好？阿喵，好。暴击暴击，他东西很多，木木你可以捡他，捡他的东西，换捡他的东西后、啊、后面木木，后面有木娜，后面有木娜，嗯，捡阿喵的东西，木木这边东西很多，你可以你就去换，你去换你去换，圈稍微再说，但还来得及，剩杰克一个人而已。OK OK，、嗯、可以，你换装换装，把他装备换换， okay. 圈再说了，要准备走了，要准备走了。好、啊、，OK，、嗯、我直接走，我直接走。好。对，我看一下而已。哎呦，只剩他一个人，我们这个哦，兵荒马乱之际，瞬间逆转。哎，没有，我这里上来。没有，我用中介石直接跳。来啦！他掉下去，我也掉下去。好。汉残。哎，这里放不了。全面打哈，对，还有，杜比复活了，杜比很可怜，杜比至少杜比，哦，杜比至少杜比，好吃，虽然哈基很烦，但我们成功挺过了一切，成功挺过了，我搞住了。让木木不断的复活，一次木木不行，就两次、三次。哇、yeah, ！我上去，成
你们怎么为什么把西亚弄在里面啊？不是，他自己跳进去的。我们这次给他，他说要纪念品，我说好，给你纪念品，我丢丢丢，然后他突然自己跳到洞里面了，然后就是到熔岩家。我想说，过去一乘二的洞，然后西亚在里面，然后你要看着他，我就飞过去。绿队真的是最可怜，从头被打到尾。超惨欸，但因为有复活，所以我们这次打绿队就是保留着留一个人，只是来拿头的而已。我开了 四个商人和四个西瓜，我快要哭了，都没有东西，没有物资。我捐灭绿队是他自己，他自己有够玩。我到处打了。然后之后你们在打的时候，看到人被黏住，有蟑螂被黏住了。然后木木就一直说啊，他是在那里，他是在上面，他是在那。我就说你不要管他，你赶快做盾牌去采西瓜。盾牌在哪里？西瓜在哪里？呀，他采西瓜上啊，但西瓜上面有岩浆，我偷的。我还给他盾牌，家也没找到。但我们经过木木不断的倒下。最后一个木木才是最强的，然后一开始还在追绿队，追一追，看到杰克来，哦，已经有钻装了，怎么办？怎么打？想说还是打打看，哇，真的换不了。回头敲一下，刚打到的金头颅就用掉了，刚打到的老鼠。老鼠的头，我们刚刚那边打架很嗨哦、喔。我们就刚刚哎，对啊，你们追，然后把那个蓝队带去黄队那边啊。刚刚打架是那个阿喵跟孟娜在那边、啊，我想说哦，好哎、欸，两个人。我一边打一边尖叫啊啊！旁边都青蛙，旁边都青蛙，哦、旁边青蛙，这也没办法，没注意到。这阿喵重点是怎样？我阿喵走两步啊，走两步啊。真假？我的视角其实连青蛙都没注意到，有看到。有有，他甚至造了一个空投，那空投直接把那个青蛙炸死。哦，那很棒。我们只是最后木木一复活，我们丢一堆东西给他，然后看到，哎、欸，你们已经打了，哦，去啊！怎么有人被蜘蛛网黏住了？烤秃肉了。那只蟑螂终于被黏住了，天啊，超烦的。应该是黏错人了，不是我。怨念深重，他一直在头上，他也倒我岩浆，他超过分的。杜比一复活，就好多人陪着杜比。对呀、啊，好温暖。啊，这结束了，怎么还有啊？是我们的杜比。我看起来超像火锅的。对，你旁边都是火锅是什么？他旁边都是岩浆。对啊，这个插两根树在里面。熟了都。我还想说看他怎么跑。对啊，他很棒，他很棒。太努力了。几月也很棒，几月一开始一个人苟活。他睡了半场，最后想说嗯，残血的阿乔打一打残血的，赶快隐形，然后躲到边边，然后半颗心放到边界。刚刚就是一直夸，操！我们手头复活工具很多。你今天好瘦哦，还有今天啊！哈基开场的时候就已经在揍我们，对，超过分，哈基一直揍绿队。我要讲一个超好笑的。然后我就笑完，怎么了？还是笑？干嘛？好过分！干嘛养鹦鹉？你知道鹦鹉在你肩膀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养完，我只是想喂它吃一颗，没想到一颗就中了。是啊，养鹦鹉，你肩膀上到处飘，你都是我的。你活该被揍！怎么还有人养鹦鹉？哎呀，然后这个生物一半，它就不见了。所以他会西瓜西瓜叫吗？因为你附近有一个敌人叫西瓜。西瓜西瓜西瓜警告！西瓜，那一波打完我就边笑边走，然后一来一次就好了。直接笑死哦！好，刚刚开场，开场跟阿乔说、欸：“这里有人呢、欸，我先骚扰一下他们，等一下我再去开空投。”然后我就直接说走了。然后看他是绿队是陨佑，我说我不打、啊，你们自己打、啊。我陨佑看着可厉害了，然后最后有拿到剑跟盾，我就说好，那我去偷看他。我要现行的，我偷看一下。然后看到是哈基台狼，我想说不行，不能只让哈基台狼，我也要去台狼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！对，我想说打完绕跑了，怎么后面怎么多？哎，多了一个阿乔。但我的励志就是让他们留一个人去复活。
太难了。我想到几月没有倒，先打几月。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这个、啊、一样，60秒就复活，缓速跟发光。哦，还是更刺激，30秒复活更快。